是佳慧，为大家带来 Tang 的专属天使。佳慧，我是你的老师。佳慧本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，然后而且专属天使这首歌是很挑战哎。重点是佳慧只是学了两个月，也还没毕业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然后那个 pattern skill 也多，然后唱歌也没有问题，我觉得很棒，面对镜头也非常的自然。好了，等我上完 level 1就继续上 level 2呗。OK。